Hello everybody， 我又出现了。然后我们开始，今天开始应该是第五个视频，关于我的开创的这个太极舞，然后之舞。在这个视频里面还是五个动作，然后是从14到18。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步法，因为是类似于就是开创的是一套街舞，嘛，所以就跳的比较自然点，或者是你怎么跳都可以，不可以屁股。当然这个就比较随意一点哈，可以用一个相当于比较固定的动作把它规范下来，类似于这个快三步和慢三步噻。大家看过那个乾坤大挪移和那个宁波微步没有？大概就这个意思。OK， 我们继续，然后这是第十四个，第十五个的时候，太极里面有所谓的寸劲噻，寸劲是什么意思？把你的力量如果是集中在一点，你能不能感觉到你的力量，然后如果是从右指的指尖到左指的指尖，你好像有这种感觉，如果是 following step， OK， 这个地是15个，然后第16个，14 15 16，对，16个，这个动作类似于就是那个 What is 这种那种太极拳里面的单边掌。这个不困难，然后相当于是动作要领是你的右脚要往前面去，或者是左脚跨步出去。16个换17个的话，在这17个动作里面，你可以把这个就是认为你的小脚在利用你的腿部的这个肌肉，就是指脚尖，然后你可以让它的就尽量的放松，以后然后会有一种比较高速的弹性，然后保持这个动作。这个舞蹈的这种街舞动作，然后在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街舞里面经常会出现。国内呢，你说华人倒很
说实在的，这个黄磊这个动作倒是我看一下有谁。你就仔细看一下那个黎明和郭富城里面有没有，因为要给我快餐。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动作摆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 whatever 好像有道理。然后最后一个十八个动作的时候很简单了，就往上面调理你的重心的时候，把重心压到上面去，相当于完成一个蹲，然后呢卷一圈，然后帮等一下，现在有老胳膊老腿的嘛，这个动作有点摆出来有点 log， 但是还是比较容易，好，我再给段时间。这都很没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相当是你往上面落肩或者是蹲下去的那个时刻，然后呢就是完成一个360度的，用一个类似于小狼腿的一个动作，然后在这个动作摆的同时，然后你这样跃起来，好像有点难度系数，对不对？没点难度交给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把他那个什么都就给大家就是重复一遍，把那个五个动作连贯起来。我跟他说十四个动作的时候，你站在这摆这个脚步的时候，你可以调整一下你的双肩的这个高度，在这个的姿势之下的话，你会发现一种连贯性和一种清爽或者一种飘逸的感觉。然后再接着在第十我看十五个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这边车开来开去，然后什么来着？这里十五个，对不对？然后第十六个呢？十六个刚才就说了那个。刚才走过来有点打乱思路。刚才这十六个是哪个？哦，对，单那个。哦，十五，然后十六是单边，然后摆完这个动作的时候，然后你顺势完成一个单边的侧击，然后反过来再完成一个侧击，就是第十六个。十七个了，挑动脚蹲，然后对啊 ，OK， 再来。十七个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十六个动作都摆完以后，
然后蹲下，哎，然后立起来，我把这个动作再重复一遍，有点老。然后这样跳起来一圈，哎。有点 log， 有点，不过现在还好。OK， 大概整个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流程。我相信大家肯定就是看得很清楚噻，对不对？都是聪明人。OK，